人的记忆里啊，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年代。中国人民刚刚解放，做了国家的主人，对未来充满憧憬，生机勃勃的新中国百废待兴。正当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。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深入，敌特活动日渐猖獗。1950年7月23日，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保证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，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。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。1950年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，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，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，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者受奖。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。我是赵金迪。赵副院长，你好。这儿不让抽烟。对对对。我是市公安部队二。接着说。我是市公安部队二科科长董成，我们部队在这里布置了一次诱捕活动，地点呢就在市人民医院，我是指挥。站开！快站开！快！这是家属为了迎接病人出院放的鞭炮，可以驱邪。让他们把鞭炮远点吧，鞭炮都放到医院走廊里来了。对了，监护室那个女的叫邓永恩，是个特务，代号美人鱼。我们在抓捕她的时候呢，开枪打伤了她。今天啊，他们的头目就跟她在这儿接头。你看看你们的公安同志们都穿着便衣，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特务谁是公安？哎呀，我们分得清就行了。你结婚了吗？他没有。我问他，你带什么话？结婚了吗？
你结婚了吗？还没给父母养老送终吧？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卖情报给美帝主义，有些错误是有机会改的，但是我背叛了祖国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反正你们要枪毙我，让我自己死行吗？我们这是给你重生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跟我们配合，把来接头的特务抓住，戴罪立功，兴许能减刑，改判个15年左右啊，什么都不耽误。15年？对。哎，15年出来后你还很年轻嘛，什么都来得及。15年出来了又有什么意义？15年后你出来，没人要你，我等你。科长，这不能改改你这毛病，怎么老乱说话呀？哦，对对对，你一定监督我啊，我肯定改。不信你看着，明天肯定不一样。你总说到了明天不一样，后来还不是一样？什么别人不要你，我要你？这种话你敢乱说？她可是个女特务。感谢人民政府给我机会，我一定积极配合，等待上线跟我联系，帮你们把特务组织一网打尽。董科长，他有些害怕。怕什么？他们太可怕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保护你，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我保护不了你，我用这把枪打死我自己。不用，不用，我不配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董科长，请你出去一下。需要我们给你做什么配合？对，你看一下，他们像你们医护人员吗？不像。这样，为了不引起特务头目在街头时产生怀疑，打草惊蛇，从现在起呢，邓有恩的病房除了你和那两个护士，我们的人一律不许进入。还有，邓有恩的枪伤随时都有危险，你是人民医院的副院长，又是著名的心外科医生，你带着那两个护士负责配合我们监护邓有恩。好，我明白。好，一切都布置停当了，特务头目接头的时间也快到了，我们再去准备准备。科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邓有恩逃跑？不用了，就这样，我相信邓有恩是真心悔改。你们俩让开，我要给你做个检查。你的心跳很好，很健康。他需要重新包扎一下，我去换件白大褂。就是啊，董科长，请你把这个交给邓永恩，这里边有为他准备好的一些话，等特务头子来接头的时候啊，让邓永恩按照这话呀和特务头子去周旋。你跟他说啊，你一定要记清楚，千万别说乱了。
你快去吧。科长说邓永恩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记下来，现在病房里啊已经不让任何人进去了，你马上去吧。我这就去。好。周副院长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客气。出去一下。记住，这是董科长让我交给你的，你一定要把里面的东西背熟。背熟知道吗？院长，他没事吧？他身体状况基本稳定，没什么问题。哦，坐这儿。护士，这儿中午帮我倒份饭，来不及了。谢谢啊。
赶紧回去。好，你们小心。老师，快走。科长，没事吧？我说你们一个个不必那么紧张，他就是受点惊吓，回去好好安慰他，尤其是你们俩跟他一个宿舍，啊，注意情绪。科长，抓到没有？有新情况，出事之前，校副院长拿了一个病历单，进监控室。董科长，带走。为什么？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别碰我。院长，怎么回事呢？没事没事，大家放心。有点小事问一下赵副院长，马上就回来。这个人呐，就是我的二叔陆飞。当时转业军人的工作安置机会特别多，人人都选择回家。可是我二叔陆飞呢，自小就没有父亲母亲，没有家，所以他无处可去。同志，转业安置是在您这儿办吗？啊，对。但是，请你后边排队。啊，好。哎，最可爱的人，志愿军同志，来来来，志愿军同志不用排队，来来来，您先来。不用，我先。同志不用排队。来来来，我是不用排队了。来来来，您先来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好。志愿军，真让人羡慕。咱们想去都去不了，他怎么就回来了呢？陆飞，你是入朝志愿军？是。想到什么地方工作呢？全国各地随你挑。想回老家吗？我没有家，也没有父母，更没有亲人可以投靠，去哪儿都行。请出示一下你的转业军人证书。鉴定怎么是空白的呢？我的鉴定是我的首长亲自填写的，他不知道该写什么。你的简历上说你立过功，能出示下你的立功勋章吗？勋章有，但我没要。志愿军同志，像你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。一般来说呢，无论你是立功或是犯错，你的鉴定应该都会写上。我立过功，但后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，所以就没得可写了。犯了什么错误？我在部队是干保卫工作的，是涉机密和绝密，所以不便讲。新亮军，新亮军到这边了啊！新亮军，新亮军。我没去过西安，我去那边吧。好，谢谢。同志，真的不行，我刚才是听错口音，我才站到西南的队伍里。可我真正的目的，我是想去西安呐，能不能给我改一下？同志，去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？你去大西南工作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不行，同志，我想去西安干考古研究工作，请你们重新考虑一下吧。那你把你的资料给我。二叔陆飞没想到，就因为这次的坚持，居然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争执当中，工作人员查看了二叔的档案，他们惊异地发现他出身完全不明，出生地也不详，不知父母亲是谁，只记录着他是烈士的后代。同志，那你跟我来一下。好。关于自己的身世，二叔尽管能说出他记得的一切，但是这实在是少得可怜。当时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在战争中遗散的子女，二叔陆飞的母亲，啊，也就是我的奶奶，也在寻找我的二叔。陆飞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。喜讯？你的父母找到了。你原本姓刘，叫刘宗正，这是你父母现在的住址。你的母亲
在巴州市人民医院做领导工作，叫赵金迪。是来接头的特务给你指示，让你把兵力袋子交给邓永恩的吧？特务？没有哪个特务给过我指示，是你叫人给我，让我转交给邓永恩的。我？赵金迪啊！看见没有？这是那颗带血的子弹。这是那张照片，看仔细了。明白了，显然是迪特已经觉察到你们的行动，他在恐吓威胁邓友恩。一旦邓友恩和共产党合作，他们就会株连他的全家，会杀了他们全家。所以邓友恩是被逼逃跑。这照片上的是他的家人吗？你少明知故问，你知道？我再说一遍，是你手下的侦查员交给我的。我手下的哪个侦查员？啊？不知道。可你却知道他是我的人啊？我看见他当时正在跟你说话，然后朝我走了过来，把病历袋子交给我，说是你说的，让我转交给邓友恩。而且他还知道我是谁。他当然知道你是谁，他是你的人，肯定认识你是谁。难道你没有让任何人把东西交给我吗？我去。我的耐性很差啊，你刚才进我们公安部队看到了，那车上都是反革命特务，准备拉到刑场上枪毙的，知道吗？什么事儿？科长，上级认为我们的反核经验不足，准备调一个有反特工作经验的来充实我们，你听说没有？你都听说了，我能没听说吗？我还听说了，这个调来的人其实是来替代你的。我怎么没听说？赵金杰，你。来来，你继续那个刚才什么胡说八道什么来着啊？你继续狡辩你的罪行，继续。我冤枉，我不承认你恰恰给我的任何罪行，因为你没有一点确凿证据，这些都不是事实，不是事实。也许由于我的愚蠢上了别人的当。要说罪行，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行。但是没有任何特务让我执行任何任务，我当时只是在为你传递东西，造成这一切的后果应该是你董科长，是你董科长。我？对对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正是由于你，在我的医院里，你的侦查员化妆成各种人，大部分化妆成我们的医务人员，造成我们这些真正的医务人员世界上的混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对邓友恩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止逃跑的措施，所以你的这次行动彻底失败。不是你，怎么？他挺在行的，你啊！你给我坐下，坐下。科长。赵金迪啊，赵金迪，你的调查报告送来了啊！没想到啊，你解放前还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啊！看来我说什么
对这个原案都于事无补了。带下去。是。走。科长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李欣，立即控制赵经理家。是。1951年中秋节前，二叔路飞终于来到了这个西南的大城市巴州市。他回家了。你真勇敢，让我给你包扎伤口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我，大名刘冠明，小名一九，当时9岁，上小学3年级。再等，我开枪了，举起手来。狗特务，我盯你很久。您看，这是我的介绍信。怎么不早说呢啊，原来是场误会，怪不得那么难抓呢，原来啊是志愿军同志。你们也不分青红皂白，我也没时间解释。哦，你叫陆飞啊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董成，士官部队2科的科长。你好。他叫顾雨兰，那个叫李琴。你好。你好。同志你好。好什么好，你出手也太狠了，胳膊都脱臼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帮你接上。哎，别动。啊，你先坐吧。你们俩刚刚在干什么？在玩打仗游戏。疼吗？不疼，是假的。臭小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是你们的二叔。你真的是我们的二叔啊？当然。啊，你是赵经理的儿子啊？奶奶一直在找二叔啊。奶奶要是知道二叔是志愿军，那该有多高兴啊。二叔现在回来了，已经被找到了。赵经理有反革命特务的重大嫌疑，被我们抓走了。什么？啊，很可能就镇压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是反革命特务啊，镇压就是枪毙。你们有什么证据啊？哎，陆飞同志，不是你这鉴定怎么是空白的呢？我问你呢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妈是反革命特务？不是我问，我董成也是从正规军转业到公安部队的啊，这个鉴定不可能空白就盖章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在问你呢，
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妈是反革命特务？我在问你这个呢。我在部队是负责保卫工作的，性质是保密的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我不管问你什么问题，你都说你在部队啊工作性质是保密的啊，这一个不能说，那个不能说，是吧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有吗？我觉得奇了怪了啊！这个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赵金迪刚刚被逮捕啊，突然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冒出个儿子来，哪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？咋说话呢你？你从天上掉下来试试。就是，你从天上掉下来试试。我从天上掉不下来，除非飞机把我空投下来。你说我是国民党空投特务是吗？我没说啊，是你承认的。那你把我带回去，你们证据在哪？这个啊，空白鉴定，你自己看清楚了。我的转业安置单位就是你们公安部队，我今天就要去报到呢。行，玉兰，到，把这位路飞同志带回去报到。啊，对，顺便把他的行李都带回去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二叔出去一下就回来。你们俩还没介绍自己呢。他是一九，是我大娘的孩子。你是我大嫂的儿子。他叫刘弟儿，是我三叔三婶的孩子。刘弟儿，爷爷呢？爷爷去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转业证书上的名字是陆飞。所以我要以陆飞的名字来报道。好，老董啊，董科长，人家这手续没问题嘛？去吧。来，小王，敲这个就可以打出字来了，是吧？对。哦，你教我一下啊！一敲那个，这个就啪嗒啪嗒啪嗒，就上来这儿就出字儿，是吧？哎，对。这就是我们公安部队的制服。你现在没有结婚，就先住单身宿舍吧，后院三排五号。谢谢。科长，听见没？人家就是最可爱的人。最可爱的人，好。哎呀，咱们最可爱的人啊！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是特务赵金迪的二儿子，不知道吧？啊！你看，你看啊，就忙着存档，存什么的也不仔细看看啊。他的转业鉴定是空白的啊，比纸都白，知道吗？老董，这么都看过了啊，看过了啊。我被分到二科是吗？对。这就是你们科长，大董啊。根据部长的指示，陆飞同志出任你的副科长。根据现在反特斗争形势来看，上级可是给我们派了很多有经验的反特专家到我们反特第一线来啊。这陆飞同志就是其中之一。你是反特专家，破过一些案子。哎呀，厉害啊！一会儿走的时候，别忘了你的行李。你们确定已经检查得非常仔细了？来，陆飞同志，先填个表。二叔来到市公安部队报到，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。一呢，是他拿着空白的鉴定；二呢，他还是那个刚刚使重大抓捕行动失败的女特务。
赵金迪的儿子。看，这儿就是二科，英雄的单位，全公安部队啊最大的办公室。哎，你就不用进去了，先回家呢安顿安顿，好不容易行情回家，和家里人团聚团聚啊。科长，给我安排任务吧。哎呀，你先回家啊，我们呀，对，我们都忙，现在安排你什么任务我还没想好。哎，对，我还要去审你妈呢。那个赵金迪提到审讯室了吗？提到了。董科长，我知道按照纪律我是坚决应该回避的，但是请组织上相信，如果我母亲赵金迪是敌特分子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徇私，我请求参加审讯。不行啊，这是铁的纪律。行，我同意。这是过去审问赵金迪的笔录，你先看看。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在我审讯母亲之前，请暂时不要把我们母子关系告诉他。行。不可能真的让他审吧？这两个有个性的人碰到一起，什么不可能的事都会发生。哎，二叔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回家的第一天，却是从立刻审问自己的母亲开始的。周金迪，你完了。上级专门派了一个反特专家来审问你，你们俩带他去交接一下，马上带到审讯室。是。哎呀，儿子审妈妈。哎，古玉兰，你听说过没有？你真的要二路飞审赵金迪？你疯了？这是上级特批的。我爸怎么可能同意这种事情啊？他最讲究亲手规避了。这是路飞自己申请的。哎呀，我倒是要看看这外来的和尚念的什么经。走。你们俩下去吧。是。坐下。什么要主动交代的吗？我什么都没做。那你是说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队会随便把一个公民押到这里来审讯？我认为不会。赵金迪被他的话套进去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把你逮捕到这儿吗？知道。那说吧。同志，你让我说什么？赵金迪又推回去了。你以前是学医的吗？是，同志。你现在是反革命特务嫌疑犯，我跟你是同志，我还怎么审问你？人家随随便便给你个病历带，你就把它交给了邓有恩。你认为这用愚昧无知几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吗？事情并非如此。那是你说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当时我认为他并不是陌生人，我认为他是董科长的便衣侦查员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你的话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年轻人，
那你还问我干嘛？